啊，额娘，姐姐瞧我的兔子扇。怀玉，你让着点妹妹。额娘，可是我好喜欢这个扇子。来，你把扇子给妹妹，额娘给你剥橘子吃。玉萍娘娘好自在啊。姐姐，你来了。妹妹，好久不见，你可还好？怀玉，七月，快给家娘娘请安。家娘娘安。两个小公主真是可爱。妹妹真是会享福，带着小公主们与世无争，在这儿有太后庇佑，也不需要每天防着谁。妹妹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有喜了。那真的要恭喜姐姐。你不知这几年你不在宫中，李太医告知皇上你怀孕的事后，为了保护龙翼才离开紫禁城。虽然宫里有新人，但是皇上很少去后宫了，他心里其实一直都是惦记你的，只是要面子。朕想送你去颐和园太后那边养胎，你跟玉嫔关系好，顺便去看看她。皇上，臣妾一定会帮您把玉嫔娘娘带回来。我可没说让她回来，朕有你们。不急，回宫是迟早的事。